嗨，各位小朋友，今天我们来玩凯蒂猫的新玩具。这是凯蒂猫的厨房过家家玩具，这个是灶台，我们让凯蒂猫过来煮饭吃。这是微波炉，我们来把汉堡加热一下，我们再把薯条也加热一下。我们让凯蒂猫下来，这是烤箱，我们来烤一个蛋糕。这是洗碗机，我们把脏的锅碗瓢盆放进去清洗。这是凯蒂猫的冰箱，冰箱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我们让凯蒂猫出去买点东西回来。凯蒂猫买了一个椰子菜，凯蒂猫还买了胡萝卜，凯蒂猫还买了一盒果汁。凯蒂猫还买了草莓酱。凯蒂猫还买了饼干。最后，凯蒂猫还买了一瓶牛奶。